大家好，我是林虾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春马。Hello。哇，桌上好多作品哦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纸粘土的。好，你们这学期有上纸粘土课对不对？做了好多作品呢、哦。那先看看你们第一堂课做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小熊。哦，看到有人掉下去了。我的是小熊。好，放这里。小熊，哦，蝴蝶结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耶。那个是他们后面累积的。然后花花也是各自粘，对不对？然后蝴蝶结我们粘的地方不一样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珠宝盒啊？对，可以放东西。里面还有小珠珠哎。珠珠是这个多的吗？多余的。好，下一份。第二份，风车。这是角落生物啊，这是恐龙，这是小白熊。太大了。这是小猫咪。哦，妹妹的小白熊眼睛很大一颗。这是我和妹妹第一次画眼睛，还有第一次画眼睛。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觉得好像也有点不一样啊？有几个是我帮她画的，所以还有夹子。妹妹的是选夹子，我的是选这一种的夹子剪掉的，可以自己选择就对了。對，好，下一份，第三份是招财猫，史莱姆，史莱姆啊。那要怎么打开？这样子，妈咪转一转。哇，妹妹猫咪坠楼了。这是盖子，然后在啊，所以你们在它的盖子上做装饰。然后呢？我已经没救了。哦，已经没有那个粘性了。因为我们有挖一大坨出来的，而且还有挖大宝。还有啊，还有弹性啊。我给你宝石看看。里面还有宝石。你挖一下宝。挖到一个，它是真的是宝石还是软软？它不是软软，它是硬的，硬硬的。放回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请用下午茶。你们像吗？蛋糕。这是橘子口味吗？有一些些装饰是老师帮忙我们用的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所以你们只要再把它组装起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妹妹，你的是紫色的爱心吗？对，姐姐是蓝色的。这个爱心是老师帮我加的，然后紫色的那个是我自己做的。这么可爱，好，换下一个，又是吃的哎。章鱼章，还在卖他的头，还在卖他的头。章鱼卖自己的头嘞。哦，所以他把他的脚拿去卖掉了。但他还有卖蛋糕，还有卖蛋糕。这是鱼板吧？鱼板，蛋糕鱼板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起做的，是啊，后面那是要挂起来开店的吧？对，开店。我们画成一个，好，因为我不会画日文。再来是，也是角落生物哎。这个短短的这是旅行包，这个草是小草。转一圈。胖胖的小猫咪的耳朵是 不同颜色的哦，真的哎，有点像红萝卜。好了，这是笔对不对？对，它是蓝笔。好，下一份，下一份是铅笔盒。这铅笔好像有点小吧？好，打开看看，里面有叶子哎。哦，所以这是多的装饰品，你们把它放在里面。这其实是雪人。哦，宝石，为什么你有宝石？宝石上我，然后他没有贴我的意思。哦，好，然后你这上面有什么？这是卡纳赫拉吗？对。然后南瓜，哎，这是万圣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这两颗球是什么？雪人。啊，原来是雪人了，他头被刺了一刀，不小心被贴左边，就是那个魔法杖，他头上长一根树吧？为什么要插在他头上？那妹妹的呢？没有，我的放在雪人的上面。雪人上面还戴了两个星亮晶晶，像眼镜一样。就是，这是他的望远镜。啊、哦，望远镜，然后还有巫师帽。好、啊，这是你们可爱的作品。是。兔子吧。这其实后面是我们前一天把它上色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么多种。所以这个至少两件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嗯、这就是放东西啊，笔筒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个兔子也不一样哎。对啊，你的耳朵呢？哦，好，还有吗？
还有音乐盒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对，它有两种音乐。猫咪，好，我们两个都一样会打过它。好听，听。姐姐贴比较多种哎，姐姐的那个下面都有贴绿绿的，一点一点。猫咪是自己画的吗？其实是老师画的。啊？当然是老师画的。怎么那么多都是老师？它整个都是老师画的，只有眼睛是我用的。啊。因为怕那个。白点点也是老师用的。没了。没了。好，你们在学习上的纸黏土课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作品？我喜欢。姐姐喜欢音乐盒。妹妹喜欢史莱姆的这个。招财猫，所以如果学校有一些才艺课，可以学着去上看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！我要继续玩这个纸来。